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那也听说二位最近的合作是非常的频繁，外界呢一直对你们的关系很好奇，在今天的采访中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大家的？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啊？简直造谣式提问嘛！就是，一看就是假的嘛。他喜欢陆言之，他没发现吗？我非常高兴可以和言之哥哥合作，因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他都提供了我非常多的帮助以及照顾。借此机会，我想问言之哥哥一个问题。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问题吧？你愿意一直这么照顾我吗？啊，果然，那他会接受吗？啊，我们的陆天王果然是魅力非凡啊！有萌萌小姐，不能签，不能签，不能签，那你是非常幸运的了。这难道是官宣了吗？言之，真的是天作之合呀！谢谢，谢谢。也非常期待二位之后能有更多的合作，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。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。